前驻连任的南投县长林明哲，选在十月十号国庆日间，在南投县山顶文化园区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现场来了十三乡镇市上万位的支持者，当中包括着国民党籍的立委、乡镇长等多位关键员，尤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夫人蔡玲仪、副主席陈永权以及国民党中常委谢龙杰，也专工来到南投县替林明哲加油作势，场面是相当盛大。十三乡镇市上万位支持者大力摇着旗啊，欢迎南投县长林明哲、国民党籍立委、乡镇长甲议员长，嘛拢陪同做伙入场。南投县长候选人林明哲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十号早起伫南投县沙雕文化园区展开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夫人蔡玲仪、副主席陈永权以及国民党中常委，嘛是台南市议员的谢龙杰，嘛拢专工来到南投替林明哲徛台。准备好，这块的团队实在真难得。我们全力支持林明哲的建设，好不好？咱的林馆长会当讲，伫这四年的过程咧，在咱南投县民拢看在眼内，不论是咱的观光基层的建设，还是讲咱一挂乡区的设立咧，拢是非常对着咱南投县的未来非常有帮忙的。咱期望讲，咱社会中心继续来支持咱的林明哲馆长，不管是政治、企业还是社团。有咱真侪乡亲拢共同来甲伊支持，来肯定伊这三年外来对着咱县政的推动啊，所有的成绩，啊，而且上重要，伊除了非常的勤快以外，也非常贴近民意，这是他获得支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吼，而且希望伊会使顺利当选。南投县长林明哲四年来努力拼县政，坐车走了40多万公里，设置花坛，改善千多件道路，排水等设施，坚持办免费学童营养午餐，经常每顿为35块提升到40块。虽然县府财政困难，义务县替负责167亿的南投县，甘蔗53亿块。我会在为我们的四年的南投县的发展、南投县的进步、我们南投县每一位县民的幸福。我都会认真的来做更多的建设，更多的社会福利，同时我会积极的开发我们的财源，让我们的县政更的收入更多，建设地方才有经费，造福我们的乡民才有钱来为他们做更多的福利，请乡亲大家支持县长。离选前就剩40多天，国民党大团结，党部、干部、立委、议员、甲乡镇市长，以及来自各地支持的乡亲，全拢集合起来，大家做伙替林明哲做势，希望在11月24号迄天，会当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